我的中国老公，我好可爱啊。你好，我是玛丽亚，今天我们来我的亚美娘的老乡家。你好，我是安妮，我想问她的很多的问题。来来，老乡在中国多少年？12年。我们的中国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？变化超级大，玛丽亚，是因为你知道，我之前在亚美娘开始了解管理中国，然后我想象的中国和我来到山西的那个中国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我刚来山西的时候，一出火车站，然后看到空气是黄色的，很多灰，然后路比较窄，因为我来的是山西太原，待了整整12年。然后这个12年内变化太大了。我第一天到的时候，我说就是我了解的中国吗？然后心里有点我想回家，但是呢，你看我待了多少年，我不想回去了，是因为呢，第一我看到了，我感觉到了这个国家会给我很多的发展的空间。第二，这里的人很热情，而且他们接受我，欢迎我，所以呢，我不感觉我在这是一个老外，我感觉我在这是一个老内。对，本地人，本地人。第三个事情呢，爱情。我再给你一个例子，12年那时候我和我老公不是男女朋友，那时候他邀请我们去游记嘛。第一，我感受到了中国人的热情，一起去他的老家，然后给我们讲历史，给我们逛逛，然后也不让我们掏一分钱。我就觉得中国人这么热情，真的有点特别感动。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我觉得那时候我们从太原到游记需要大概6个小时，然后坐大巴。很 tiring， 真的太累。15年开始有了高铁，你知道吗？1个小时就到我老公的老家。我真的惊呆了，高铁能这么快的速度，我觉得在这儿人生活真的很丰富，所以我是特别喜欢你每次都是高科技。高科技是因为在这儿真的能感受到这个高科技，高科技真的高科技。安妮，我想问为什么你的两个孩子学的中国的身份证？实际上答案很简单，第一个原因呢，是因为他们的爸爸是中国籍，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要随着爸爸的姓，然后爸爸的国籍，我觉得就是正常的，是因为他的祖先在这儿。第二个原因呢，中国是拆迁的一个特别厉害的国家。为什么我的孩子有这种机会，为什么不把握呢？你看我的孩子在这儿成长的话，我就很放心。中国很大，看的东西太多了，对他的思维发展，对他的社会交流能力都有帮助。你看很多中国孩子，他们出国那种觉得啊我见过啊我知道，但是很多国家的孩子比如来说，我们来中国你要看到这么多高科技，觉得高科技知道吗？对，我希望我的孩子出国以后，我们中国也有啊。还有一个原因呢，安全。第一，我放心往上出门；第二，我发现我的孩子一个人在楼底下玩，我不担心。你的亲戚，然后你的朋友，有亚美尼亚老公，有外国老公，你的中国老公有什么不一样的？我的中国老公，他是第一个我的选择，爱情的选择，然后也是唯一。玛丽你也知道，是因为我看你的往往也是这样，往往和我老公有很多相同的点，很温柔，他们会尊重我们的文化，尊重我们的生活习惯。老乡12年在中国生活，有什么东西你特别喜欢，有什么东西你不太喜欢？我是真的很不喜欢螺蛳粉，接受不了那个味道。螺蛳粉和臭豆腐，臭豆腐。但是我妈妈喜欢臭豆腐，但是中国的美食太多了，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没关系。喜欢的东西呢？喜欢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。太多了。我说哪一个？大概有3年没回家，然后特别想念家。那时候我心情不好，吃不好，喝不好。有一次我和老公去买菜的时候，我就晕倒了。我晕倒以后，一堆这些人过来，一个我看他着急给打电话，一个帮助我，一个给我端水。我在老公也是在那边着急，想帮我，就是想帮我。中国人的这个热情和他们真的是一个团队，这个团队合作，我在中国有安全感，是因为这里的人和
很可靠。在亚美尼亚的安妮，然后在中国的安妮，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？瘦了。对，因为在我们的国家，烤肉、面包、奶酪，然后在这儿是蔬菜很多。你看见了这儿的蔬菜种类吗？对对对对，蔬菜种类、水果种类，对，性格方面也变化很大，是因为在这儿我学会享受生活，而且我学会了保养皮肤。你发现了中国人特别会保养皮肤，我向他们学会的。最后呢，我想说，我们是亚美尼亚人，我们老公是中国人，对，那我们实际上有两国的家庭。我也爱我的国家，你也爱你的国家，我也爱中国，我也爱中国。咱们要做成中亚友谊的桥梁，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教育也是应该这样教育，他们长大也要把中国和亚美尼亚给世界展示出来。说得对，我希望我们两个家越来越好。老乡还有礼物，谢谢老乡。哇塞，这个呢？对，我说话了。婆婆做了很多的亚美尼亚菜。这个婆婆太好了。烧烤，对，烤馍，肚子高兴，肚子高兴吗？肚子高兴。Very good. They are so funny. 哇，阿姨做的很多好吃，还有优也今天吃，谢谢阿姨。谢谢啊。哇，好可爱啊！嗨，漂亮的微笑，帅气的。小孩根本都很难。我们的儿子。走了，嗨，走了，嗨，把你丢下。你说拜拜，妈妈，拜拜。可以啊，他说可以啊。我的天哪！哇，真的很美。哇，你看那个。哎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哦，非常好。Nothing in the world's gonna beat this high. I've been so
resist. I can't miss.